两个办公好在弯道相遇了，难搞哦。打喇叭，下面的车停了。好，上坡让了下坡的半挂。好，出租车狂摁喇叭，他要先走，他前面好像也过不去啊，还得给他让路，都在倒车让路。这边大货车下去的角度也是刚刚好，下面的半挂也在往后退，给他们让路，还可以，可以可以，顺利通过了。哎呀，还好没有堵住，还好及时打了喇叭，下面的车停住了，要不然在弯道的地方遇到太可难受了。这边上坡过弯很轻松，直接就一把过了，轻松。虽然旁边堆了很大一堆建筑垃圾啊，还是很轻松的通过了，无压力。